主席，我就聽到民建聯嗰位代表講話，啲長者去到嗰啲醫院啊、院舍係高頻滿座，呢個詞係錯嘅。佢冇俾人當係高頻，佢係哀鴻遍野，去到就好似流離失所嘅人，即係用遣詞用語就真係即係講咗嗰個政黨嘅態度。是不是高頻滿座？是哀鴻遍野，還要回到屋企。當話不夠院舍的時候，張建宗啊就說啊，以前做緊局長都說啊，我們居家安老啦，社區安老啦，那你發展局有沒有批地做那些事情才行？第一。第二，連工聯會啊都說啊，喂，你那些人工那麼低，叫人家做什麼社區保姆啊，在個自己照顧自己，那津貼那麼低，点搞啊？个整个体工都唔够啦，就算有事，系咪啊？喂，林郑月娥2004年佢系特首啊嘛，辞工去英国陪个仔读书，幼唔幼以及人之幼，老唔老以及人之老。你个仔就宝贝啊，金菠萝啊，过去读书，自己辞工唔做，走过嗰边，真系好感人咯。咁人哋而家嗰啲老人家咁点啊？系咪啊？主席，你讀書的時候，你老細先生叫洛太基教授，你又落登錄，我又登錄，佢又登七噶啦，都講咗好多次呢、這個中央性嘅社會保障，包括全民退休，包括我哋公款嘅保險，佢就死啦，我哋兩個就死噶啦，都未做到啊，哥，係咪啊？咩官嚟噶？林鄭我。做過呢個社會福利處處長，帶頭減綜援，帶頭推行呢個一筆過撥款，令到哀鴻遍野就係佢啦。唔好講話俾多啲嘢人啊，原本有嘅喺個任內都冇啦，遺禍幾深啊！而家係咪張建宗局長做嗰陣時，佢就係做勞福局嘅，有冇做過啲嘢啊？全民退休保障，而家我哋嘅最新數字啦。我哋零失業啦，但係有嘢做嘅人都冇錢，咁佢點再供款啊？點樣樣喺強積金度儲啊？最離譜嘅就係我哋問佢長者，原來長者係未最差嘅，知唔知啊？傷殘係最差。梁國雄先生提到最慘嘅應該係我哋呢啲傷殘人士，140% 係冇人支持嘅。點解啊？長者啊！行出嚟都仲有堆人啦，傷殘你咪恰人哋咯，罕見病啊，傷殘嗰啲，佢冇能力組織自己100%/400%係弱勢社群，呢、這個政府就係咁減税，係咪退曬響？每年都200億，呢200億食得死人啊！所以主席有三位年青人俾你教過嘅，可能梁曉陽、劉國梁、黃浩明、何偉一定俾你教過，而家就喺度坐緊監。每日皆雨，每一次全民退保啊，咩院舍，每一次示威都有份，终于被你拉咗捉咗去啦。你个仔好啊，佢应该读书啊，金菠萝去陪啊。人哋啲仔为咗其他嘅老人家同埋伤残人，而家坐紧监啊，林郑娥，谂下嘢啦。